我不知道说什么好。 我马上去找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喂，许文杰。文杰，亚文，因为我也是我的查某囝，因为我也是我的查某囝。真是嘞，王亚文真正是你的亲生查某囝。 我唔对，我即马要马上要去找伊。我相信恁两个人一定有真侪话要讲。那呢，我就陪伊聊聊。阿姨，恭喜你。好，再见。你先缓一下。阿姨真不简单，才找到伊的查某囝，我当然替伊欢喜啊。好啊，为着要庆祝恁阿姨哦，今仔找到查某囝。 我今仔暗时决定请伊啉烧酒。你请我啉烧酒？嗯。你的酒品哦，我唔敢啉到啦。也毋过，阮阿姨找着查某囝，跟你什么关系？因为你是总经理啊，你若是欢喜，我嘛欢喜啊。安尼啊。安安，你即摆发一张公文，内容是公司的查甫主管，私底下。 你好，啊，这是你哦，啊，这是要变色哦，啊，我被拍了哦，哦，你来樱桃咯，啊，啊，你因为车祸所以无法度讲话，哦，也唔过你嘛真牛的，佫要比手语，周英华，哎呀。 哦，恁姐姐无通照顾，啊，所以你上班的时阵一定爱带伊做伙就对了。左大姐你好。
那安尼甲看起来，恁生活足艰苦的，无做无通吃。无安尼好啊啦，我卡马中哦上爱帮助人的，无我着请恁。也毋过先讲好哦，伫遮哦无劳保、无健保、意外无赔，三顿食咖喱，啊一天哦爱做15点钟，第16点钟以后才有加班费。安尼你袂啊？好，啊三日一句话，我一个月哦就请你40000，有够啊？若是无够哦，不要紧，我这个人好参详，明仔哦你就开始上班。干嘛着？啊！你一个月要请40000，是要请谁啊？因啊，因哦，哎，无啊，是你头家还是我头家啊？咱来借问哦，你一个月偌济？25000啊。25000，啊！你要请伊40000，啊！你唔爱倒听？头家，我无共啦，我是哦，一个人百，正人百。你看人安尼就知影讲，人一定是生活足艰苦的。各位头家，我给你省钱诶，你甲想看卖咧，阿姨哦，帮伊洗车，阿姨哦，过用给伊倒过车，两个人，我本来要出50000诶，我给伊出40000，你搁加赚10000诶。安尼啦，一个月20000啦。头家，20000无够啦。20000无够，安尼你贴伊啊？我先试用3个月，试用时间吼，薪水拍8折，明仔吼，你就使来上班了。啊，会记哦，早身份证。哎，无啦，头的啊，加一次啊嘛。加一次啊，你加好呀，啊，未来唔得谈。头的，无法度啦，即摆头家人吼，拢足咸的。是嘞啊！啊，拄好我来转行康啊，讲要甲伊斗三工，啊，拢无斗三工着啥物？念哥，你放心啦，我康啊中吼上讲义气的，无，我贴你2500，咱超平济奖哦，22500，安尼好无？爱记你哦，明仔哦9点准时来上班。哇，好漂亮哦！阿丽，来，你叫你叫你叫，你叫你叫哦，先放一楼，放。永健，阿弟你先喏，爸阿姨来，我跟你讲，阿姨找到伊的亲生查某囝。李湘哦，要帮我来跟咱做一段。国川，这就是我的查某囝雅文。雅文，叫许叔叔。许叔叔。雅文。都是第二个查某囝新会啊，即摆叫雅文。雅文，欢迎你回来这个家庭，以后我会拿你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。谢谢叔叔。好啦，下面代志两面照顾讲，雅文。我帮你准备了房间，上去看看喜不喜欢。嗯，好。爸，你看，阿姨带雅文倒来住，就表示讲哦，伊的心从来都无离开过这个家庭啊。以前哦，拢是你家己想伤多啊。你那伊不是有两个查某囝？啊，另外一个呢？这我甲阿姨参详过啦，等慈善晚会结束了后，我会陪阿姨去找伊大汉查某囝。小姐，后尾拍啦哦。是这打啦。安尼哦，恁先休困一下，啊马上就好啊。好，等一下。帮我
先进去休息。照顾爸爸跟妹妹，爸爸开画展了，不要吵他，知道吗？妈，你放心啦，那你要早点回来哦。什么东西啊？直接买两台车洗车啦，啊恁姐也唔知啦。伤心的，伤心的，彼个你，对阮感觉有一条，爱着你，爱着你，爱着你，我已经爱着。
亲和姐夫，我还没有机会报答你们，你们就离我而去，我只能尽我最大的能力完成你们生前的心愿。在诺亚方舟的故事里，船是一个让人和动物们避难的地方，所以我用纸船送你们一程，希望你们能平安抵达幸福的快乐天堂。很好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跟你姐夫第一次相遇的地方，没想到你们的相遇这么浪漫。怎么样，羡慕吧？嫉妒死了。你姐夫对我们实在太好了，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他。该感谢他人是我吧。从小他栽培我读书，将来我一定好好报答他。我书念的也不多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，反正我觉得要一直陪伴着他，一直到老。你姐夫最喜欢这条溪了，我也很喜欢这里，所以我们相遇相识一直到结婚。你姐夫上面有一块空地，他说啊，将来要盖一栋小木屋一起养老。他希望我们永远永远在一起，永远陪伴这条心。英华，你别有艰苦啊！有一个所在叫天堂，遐是有好人去。去遐的人袂破病，无烦恼。你坐去的所在，伊的身体就好起来。咱只用这纸船啊，送恁一暗姐夫，让伊去到天堂，让伊快快乐乐，平平安安过日子啊。小弟，不哭了。爱快快乐乐，安尼爸爸妈妈才会起来安心，知无？哥哥，姐姐、姐夫，在通往天堂的路上，你们要记得手牵着手，紧紧的相随，不要让对方孤单。你们到了天堂，要记得在梦中告诉我，你们过得很幸福。也希望你们能赐予我面对未来的勇气，把小琴放心交给我吧。我有小弟，我会更坚强的。你来找恁查某囝王雅文，这是伫你公司招考的时阵发现的。现在这个代志免甲我讲，人娶等甲娶，我才知影。你爱了解。咱不是普通家庭，咱伫个社会上是有形象、有名望、有头有面的。万一你来伊娶当迄个查某囡仔是假的，爸，你想太多啦，连 DNA 都验过啊，哪有可能是假啦？ DNA 都验过啊。敢讲这个查某囡仔，真正是周明德的查某囡？会长，这辆。你找我什么代志啊？我要跟你讲一个好消息，我已经找到你的细汉查某囝。
伤心的、伤心的彼个你，对阮甘讲我爱着你，爱着你，爱着你，我已经爱着爱着你。我要甲伊讲一个好消息，我已经找到你的细汉查某囝。我顶摆就咧讲过啊，我哪有啥物查某囝？那是恁骗我阿姨的，跟我无关系。那会跟你无关系？因两个已经相认啊，而且嘛验过 DNA， 已经确定伊是阿姨的查某囝。那是恁骗我阿姨的啊！二十年前，伊等一张票给我，讲查某囝不是我亲生的，是伊家己毁掉这个家庭的。吴丽珊，恁顶一代恩恩怨怨，我无想要知影。要唔过你想看卖？卡出代志，不是参照你所想安尼。万一伊真正是你的查某囝，敢讲你拢无想要跟伊见面？我敢肯定，伊绝对不是我亲生的。那过二十年来，对伊无淡薄仔亏欠，那是骗人的。当初时，我甲因等伫火车顶，我安尼啦，我答应你安排，还没见面，也毋过。我不是为着恁母仔，我是为着你，因为你是我二十年来第一个熟悉的朋友。江先生，阮是社会局派来的服务人员，阮知影你是江小田的阿叔，所以来拜访你，想要请你讲一寡小田的代志。哦，小田有什么代志？是安尼啦，江先生。小婷吼，伊连学校的学费拢交袂出来。啊，经过阮的了解，阮知影伊妈妈哦，最近发生意外过身去啊。啊，伊阿姨周英华小姐，因为是一个矮狗，伊的工课真无稳定，啊，收入吼嘛真有限呐。所以，阮今仔日毋才来拜访你，想要了解你的状况。吼、哦，这件代志吼，江先生，歹势，我想要请教一下，啊，你即卖生活过得好无？啊，你目前的头路是？吼、哦。你问这就袂咧问废话，你看我大白总，你嘛知我是好业人，对无？我是长兴集团的副总经理啦，这是我妹子。来，谢谢。想袂到你长兴集团的副总经理，那咧小婷的生活甲教育应该就是无问题啊。当然嘛无问题。那咧，唔知影你是不是愿意甲小婷带过来车用？当然嘛是愿意啊，恁都唔知影咧，我家己也无囡仔啦。啊，虽然讲小婷哦是我大兄的查某囝啦，也不过我嘛就想要甲小婷带来我身躯边甲疼惜啊。也不过小婷伊个阿姨啦，吼，拍死都唔肯啦，逐摆就是安尼啼啼哭哭，去找人安尼哭安尼哭。哎呦，啊你嘛知影，咱这查甫人的心肝软，啊人好啦，啊看伊安尼哭吼，都唔知要安怎。哎呀，谁知小婷即马遮尔啊可怜啦。江先生，你实在是一个好人。假使你若是愿意请用小婷的话，伊的条件甲环境对小婷来讲应该是上好的啊。也毋过，因阿姨都毋肯，这我嘛无法度啊。啊，你有法度斗相共无？只要江先生你愿意请用小婷，阮会帮助你摕到小婷的监护权甲抚养权。啊，若是周英华小姐那边，你放心啦，我会甲伊好好劝。哦，那是得我们解决了，哎，得万事拜托安尼哦。袂啦，那安尼我先过去啊。啊，那是有进一步消息，我来个通知你。哦，多谢多谢，顺行顺行，多谢。这拜托您嘞，啊哈，谢谢啊。天公伯，你哪会这尼啊斗三工呐？嗨，拄到一个方元帅，提钱来给我开，啊，拄到一个许国传。长进的副总给我做了，啊，拄到这两个戆社工哦，要把土地送来给我啦。到这好的代志啦。
你要好好读书，不许哭哦。阿姨，我知道。小婷，周小姐，江先生已经看到小婷的监护权跟抚养权，伊想要叫小婷回去。我不要。小婷，小婷，你走，下来。周小姐，我拢真了解你的心情，啊，不过你莫替小田想看卖啊呀。是啦，英华，那说也是吼，我嘛足艰苦的，也不过你下到阁无头路，还阁娶一个囡仔，我是烦恼你的处境啦。但我是小田唯一阿叔啦，这责任吼，好来担就好啊啦，吼。我可以。周小姐，你莫这样高级好不？你安尼对大家拢唔好啊！我不要，他是坏人。嗯，啥你有听到无啦？讲教囡仔，讲家己也是歹人啦。啊，就这个环境，囡仔要哪有未来啦？周小姐，真歹势啦，因为即摆吼，法院的判决书拢已经落来啊，阮只好把囡仔交予江先生，来，把囡仔带走。我不要。你是周英华小姐。我不能就这样放弃，可是我现在怎么办？我应该去哪里呢？啊，伤心的伤心的彼个你，对阮甘搁有一念好？爱着你，爱着你，爱着你，我已经爱着，爱着你。会喘哦，气度真大呀！去吧。你好运嘞！啊，拄住的这个人吼，拄好搬走，我就竟然吼，打电话给厝头家讲，啊，厝头家就答应啊。你放心啦，迄厝细吼，我押金我放你出啦，慢慢才行啦。去，入来看你的房间。来，洗衣。哦，虽然吼有较细啦，较旧啦，也不过吼，大件阁袂歹。来，这间是你的房间。来，入来看麦。你嘛会喘啦，来来。哎呦，垃圾拢无变。先坐下，你若感觉无舒适吼，不要紧，我再给你洗洗咧。啊无吼，我去夜车买条新的送你嘛。嘿，你无看这吼，房间细细啊，乌蒙乌，你唔过吼，
好处偌济，敢知？第一啦，俗；第二吼，热天时阵哦，免惊无烧气；啊，寒天时阵哦，免惊无冷气啊。上重要的，这厝哦，细蒙细，也毋过阁真温暖的，这住起来阁会家的感觉。英华，心情放我轻松，莫遐郁卒啦。咱做人哦，就是爱乐观啊。你看我，我拄仔来台北的时阵，我嘛啥物拢无啊，因为我即摆至少有所在通住。上重要，你看我阁有一撮钱，会使帮你入厝税，安就是进步。啊，咱人哦，逐工若有进步，有一天一定会成功的。你看，人讲查甫人爱五子登科啦，虽然哦，我即摆吼无妻子啦，无儿子啦，无房子啦，无金子。要不急救，我还有车子哎，嗯，对嘛，就是要笑，把轻松心情换给他轻松啊，对不对？不客气。非常感谢各界热心捐款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这届议会所得将转数捐到孤儿院。晚会最后，咱来请主办单位，也就是方平辉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碧玉女士来甲咱讲几句话，请张董事长。真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这个晚会，伫咧晚会最后，我有请到一位真特别的人，来代表方鹏飞先生，甲大家讲几句话。不过，伊明日清晨来到这，所以我有去采访伊。伊有一挂心内话要对大家讲，伊就是方鹏飞先生好师方远山。大家好，我是方鹏飞的好师，我叫方远山。真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晚会，因为我有淡薄代志，我无得参加，所以伫遮，我代表阮爸爸，甲大家回谢咧。我的爸爸，伊是一个真特别的人，伊活感觉真骄傲，有诶时阵，伊嘛活感觉真惊吓，骄傲诶。是我有一个大家拢真欣羡的爸爸，但阁惊兄的，是我无得超过伊来达到伊的标准。但阁伊在讲爸爸过身了后，我才知影讲，这所有的骄傲、所有的惊吓，其实拢是假。因为我的爸爸，伊在伫付出对我的爱，但毋过。在我知影要安怎爱阮爸爸的时阵，伊就爱离开我。阮爸爸，伊将伊所有的财产，来成立这个基金会。上主要的，是帮助这个社会上所有需要帮助的人，所有欠爱的人，会当得到一个温暖。这毋是同情，这嘛毋是报喜。这是一种了解，一种疼惜。可能无真侪朋友，你会认为讲我无得到任何的财产，其实我有。我所得到的，嘛是上珍贵的物件，就是阮爸爸所给我的爱。绝对毋是因为讲，伊是一个企业家，伊是一个好家人，拢毋是。只是因为你是我最爱的爸爸。好啊，我都爱吃肉诶，啥代志啊？有咧严重哦。不会。爱你身躯边所有你珍惜的人，为着你所爱的人保重。今日真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晚会，伫遮甲大家说多谢。还有。我想要向我一个
我最关心的朋友来讲一句话。英华，为我珍重。BI 所办的慈善晚会，咱要进行功。第二件代志就是 ，BI 已经找到伊细汉查某囝。谁哪找到的？那你讲哦，你一定不相信啦。天下间哦，既然有这拄好的代志啦，伊嘛是同款参加咱公司的人员招考哦，我才发现到的。文姐啊，你恁考调人内底，敢有一个叫做周英华？周英华。无呢？安怎？无啦，我是伫想讲，我想碧玉阿姨，伊个细汉查某囝，毋知生了啥物款呢？生了真古锥啦！等你出来哦，我介绍恁两个熟识。去找方远瞻，我都跟你讲过啊，咱爸仔囝上介好，离伊离较远嘞。爸，你最近敢无看报纸？你看，这我拢看过啊。啊，你有啥物看法？即马社会舆论一面倒，大家拢相信阿伯是去用玩弄的，而且调查局即马嘛在重新调查，我看这件代志。一定是有人在背后计划陷害，所以只要把迄个人找出来，我相信真相自然就会明白。到时不但当还阿伯一个清白，而且远山也当回来公司上班了。爸，时到你嘛加一支手，以后咱公司的实力就会愈来愈强，安尼敢唔好？而且我嘛在想讲，等远山回来公司，我这总经理让伊做。你即摆是伫讲啥？总经理这个位是囡仔伫办公室啊，会当上来上去是？我早就甲你讲过啊，要换总经理，爱董事会通过。爸，你是董事长呢，我相信只要你同意，董事会那边应该是无问题啦。当然是有问题，我头一日就反对。爸，你是董事长呢，我相信只要你同意，董事会那边应该是无问题啦。当然是有问题，我头一日就反对。是安怎？因为伊不是我的后生。爸，远山嘛是你自细汉看伊大汉的，伊无算是外人啊。人总是自私的，你家己斟酌想看觅。假使方鹏飞即摆还佫伫的，总经理敢有可能予你做？你来做什么？林小姐，这是总经理要的计划案，回去重做。为什么？我叫你重做就重做，还要问为什么吗？可是你看都没有看哎。我看过了，你回去重做，明天交过来。如果你还是做不好的话，你就不用来上班了。安安，你今麦是在做啥？文杰，我是今日伤忝吗？我来替你看 case 嘛。我就知影这个 case 一定有问题。你有啥物问题来找我？这计划案是我做的。文杰，我唔知影这 case 是你做的呢。你唔知的代志阁真多，
好，我们走。哎，你要去倒啊？你不是讲公司的男主管没跟陆继王去约会？我今麦是要去谈公司，好不好？写的不怎么好，谢谢你帮我。你别这么说，哪有人天生就会写企划案、设计建筑物？你知道吗？我以前的作品还被我教授丢在地上踩三脚，三脚哎！谢谢你，你叫我出来有什么事吗？我想要带你去见你爸爸，周敏德。爸爸。这个就是你的孙子女儿雅文，只有这个名字就不是我的女儿，要把这人抓出来，只是你在人做的工作，现在随我办公室的手续，我一定会找到证据，只要我知道这个凶手是谁，我绝对不会放手。您老爸的死不是意外，他是去给国团害死的。